好，我看一下这里哦。我们先把题目给条件列上去哦。他说一个三角形 ABC 当中，好吧，我们大概画一下一个三角形叫 ABC， 这样行不行？行哦，把题目给条件列上去。他说 AB 是 3，AB 在谁？在角 C 的对面叫小 c 是 3，AC 是 5，AC 在角 B 的对面叫小 B 是 7，5 小 A 是几度？6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求多少？角 A 之角平分线，交 B 系于珠。所以说什么叫角平分线？角平分线会把角分一半，是把边分一半，会把角分一半。所以说这条角平分线会把角分一半，所以说把这个60度把分一半分下来，行不行？分下来是告诉这是几度？30度，这是几度？30度，行不行？可以哈，麻烦你分下来的时候求多少？他说交 BC 于什么点？于珠点。求知道 A 珠怎么算？来告诉我，对这整块 ABC 而言，来，对整块这 ABC 而言，它是两边一夹角，对不对？题目告诉我这边嘛，它告诉我 AB， 告诉我 AC， 告诉我角 A 嘛，它是两边一夹角观念。老师问你，两边一夹角，这是要求面积，还是要求第三边？这时候求角平分线，麻烦用什么？用面积行不行？怎么说？我去假设这 A 柱长度是几 ？AX 行不行？老师可以知道这 ABC 的面积可以拆解成 AC 柱加上 AB 柱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整块三角形 ABC 的面积可以拆解成 AC 柱加上 AB 柱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来告诉我 ABC 两边一夹角，它等于二分之一乘三乘五乘上晒几度？60度，等于多少？再来 AC 柱 AC 柱两边一夹角，所以二分之一乘五乘 AX 乘上晒几度？30度，加上AB 柱 AB 柱两边一夹角，二分之一乘三乘 AX 乘上晒几度？30度。写到这边之后，你观察一下这三个式子当中，第一个大家都有谁在？都有二分之一在，所以大家二分之一把它约掉，行不行？行哈。这时候很抱歉，这晒60度是二分之根号3，跟这晒30度二分之可以约掉吗？不行。所以说怎么办？麻烦有耐心一点，慢慢乘开吧，好不好？晒60度是几？二分之根号3乘上15乘起来是二分之15根号3，等于晒30度二分之乘上 5x 二分之 5x 加上，这也是一样，晒30度二分之3乘二分之一，二分之 3x， 可不可以去分母？去分母拿掉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可以知道这15根号3算出来会是几 s？ 8x。所以说这 x 就是几？8分之15根号 3， 这个 A 珠就出来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齁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,OK?